我决定不去旅行了。你怎么不去了？木子，比你对我来说更重要。我想跟佳怡求婚。这么大的转变，怎么转过来呢？如果说在结婚和不和佳怡在一起中，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，那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我愿意改变我自己。你该跟舒豪哥出去散散心，不是你跟他出去玩吗？我才不要跟他出去玩，他真正喜欢的那个人。是亲爱的他们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。